今天是我们家宝贝满两个月，双满月。鉴于最近老父亲老母亲把屎把尿的啊，所以特意订了一个厕纸蛋糕 Linger 这个牌子，好像妻子的浪漫旅行里面也推荐过，看着很不错哟，我们来尝尝看吧。今天买了一个四个蛋糕的套盒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吃蛋糕啊这种甜的东西了，没有任何理由，也不是什么节日，就是想吃。这家是 Evergreen 的，然后左上角的是流心蛋黄，右上角的是荔枝红茶，左下角这个咖啡 Nutella 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抹茶，哇。然后他们家是没有菜单的，每天随心出四款四个味道，对今天这个比较感兴趣，然后我就下单了。我呢就是很喜欢记录美食的一个人，有时候老公就说你拍这些干什么呀，但是我就觉得生活就跟这些美食一样，都是要记录的，你如果不记录下来，你怎么会记得你曾经吃过这些美味的东西？等到有一天你老了，牙齿不能够吃甜食的时候，看看这些回忆，想想曾经你把它们全部吃到了肚子里，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呀。好吧，我们开动喽。小样还挺讲究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在录的时候翻车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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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个小盘子呢，是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伴手礼那一家单独买的两个盘子，左边的熊熊就是我，右边的熊熊就是他。哇，这个奶油看着好棒啊。嗯，不错，非常好吃。嗯，他家真的很好吃。嗯，我吃到颗粒了。哇，抹茶看着应该很好吃。嗯，抹茶好吃吧？我觉得这个好吃。你更喜欢这个？我更喜欢抹茶，我都觉得好吃。但咖啡确实挺好吃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咖啡挺好吃。嗯，好吃。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吃的一个雪糕。雪糕苦咖啡吗？对，伊利苦咖啡。嗯，哎，它这里边还有一块这个呢，你看看到吗，这个洞。哎，他家的蛋糕特别的绵密的那种感觉，这里边有那个夹心、Evergreen， 好好吃啊，中间那个洞。由我来完成剩下这一点直播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，真是幸福的时光呢，甜食小天使得到了满足。蛋黄流心，我先吃。哇，看着好棒啊。行吧，这是他们家很经典的，按理说应该当天吃比较好。嗯，好吃啊。这不是草莓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荔枝红茶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蛋黄流心离咱们冻起来了，所以它那个芯儿流不出来了。流不出来的话不浪费，应该是流还比较好吃啊，就跟那个流沙包一样。哇，我也看到了荔枝，就中间那是红茶冻，真的好好吃啊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蛋黄。它很咸吧？要跟那个一起，中间这个芯儿你看了吗？它其实本身是要流出来的。哦，咸一点，它其实应该配一点咸蛋黄，然后硬核碗下去，整体吃一个感觉。是吗？就带点咸，带点甜，这种咸甜的感觉是不错的。是吧？嗯，过两天可以再订。蛋黄是很好吃，超好吃。哇，蛋黄好好吃啊！赞。哇，这咸蛋黄太好吃了吧！现在吃那个月饼的那种。儿子也加入了对话，笑死了。你在干嘛？要闻闻我奶香娃娃。哇，是妈妈奶香娃娃验证成功。所谓的乳臭是不是这个味道？嗯，是，但是乳臭未干不是形容这儿的。嗯，爸妈要吃东西，你看你这不好意思哦。你刚吃完奶。笑得好。这有点像我小时候。是像，是。胖起来之后有点像我，虎头虎脑的。好好吃啊。好吃吧？哎，你也想吃吗？你一会儿就吃到蛋糕奶了，因为妈妈吃蛋糕了，所以你就会吃到蛋糕奶哦。很高级。哦，被你一小口。
嗯，那你他也张嘴，笑死我！不是给你吃的，他也张嘴，笑死我！嗯，啊，不是给你的。你这味道怎么样？哈哈傻笑了自己。那你等等。它中间有这个红茶冻，看了吗？挺好吃的。嗯，太好吃了，中间有块新鲜的栗子。吃好吃，幸福，超好吃的，我过两天要继续买，买不同味道的，好好好，奶油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好啦，拜拜。哇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给自己订了一个蛋糕，想要有一点仪式感，纪念一下这个特别的日子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母亲节，从此我有了新的身份。我会努力陪着你长大，和你一起成长，给你我的最好，爱你我的宝贝。这个蛋糕也太漂亮了吧，实在是不忍心拆开呢，真漂亮。周围有好多小灯灯环绕，好特别哦。啊，其实我还蛮想喝的Sparkling 的，哎，我以为它是 wine 来着，结果它是 non-alcoholic。天哪，那不是我能喝吗？我的妈呀，我刚还想说这个酒我不能喝了，结果它不是酒，我的天哪，它没有酒精哎。你看 ，this is non-alcoholic sparkling grape juice。天哪，简直是意外之喜！我还想说这个白葡萄酒只能我老公自己独享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它居然是 sparkling 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太开心了吧！我也可以喝了，一会儿我要和他合个影啊！这是我的第一个母亲节，好开心啊！这个蛋糕，感觉都不舍得吃了呢。嗯，兴奋，兴奋，激动，激动，兴奋，兴奋。激动，激动！我的第一个母亲节，我是自嗨型的选手。出场啦！我儿出场啦！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，老公，这个居然不是白葡萄酒，它超贴心，它写的是 sparkling 的 non-alcoholic 100%， 它就 water， 不是 white grape juice。来，让我抱着，让我抱着。来，交接。你看看前面。你给我拍一张拍立得吧，抱你儿子。嗯，我和我儿子，然后能拍到这个蛋糕吗？不知道，小心不要动那种。应该是吧？不会动吧？那动的话，咱就不喝了，亲。对，不会动吧？小心啊，老公，你别。哇！开心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哇，天哪，成功拆下来了，这个大工程，好漂亮啊！这个蛋糕真太美了。好了，然后我们要开始吃这个蛋糕了。但是因为这边有灯，所以我决定把灯关了，然后再吃，因为宝宝要过来。好啦，拜拜。这个是黑芝麻戚风的，然后特别的扎实，感觉。戚风就是中间这个芯儿，黄色的这个蛋糕坯子，油戚风的，中间还有点抹茶，吃到没？可以吃底下，我也不喜欢吃那个花。那蛋糕本身好，因为它想做成这种栗子效果，对，它只能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奶油的感觉。黑芝麻戚风，还有点抹茶的芯儿。感觉会长头发似的。啊，吃母亲节的第二个蛋糕了，这是我老公在淘买的，这样的。然后吃完，我打算再切一个火龙果，晚上的加餐，耶，开心。这个超好吃，这个好吃。今天又是一个
借口吃蛋糕的日子，因为是520，中午的时候老公取回来的，所以我冻冰箱了，有一点点雾气。现在我们把它打开，呼呼呼！哇哦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好漂亮啊！这还是我最近最爱的那家蛋糕店 Evergreen 的，因为他家蛋糕真的很好吃，完全不踩雷。这一款是可以选四个味道：芝麻、海盐奥利奥、草莓或者是荔枝红茶。我选的就是荔枝红茶啦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之前那个四拼里面我也吃过这个味道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也做的太美了吧，像艺术品一样，让你怎么忍心吃掉呢？但是，只有吃到肚里的才是自己的，耶！也祝大家迟到的520快乐哟。嗯，这花花太好看了，我舍得绕开花花吧。I love you， 我也不舍得。我把 I love you 给他，然后把520给自己，哈哈哈。神仙蛋糕，我估计我今天晚上临睡之前还会再来吃，哈哈。哇，这太平稳了吧？嘿，不要倒，不要倒，不要倒。挺清淡的，是很好吃。荔枝红茶这个是，好好吃。这上面是一块荔枝的果肉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洞洞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很好吃。这挺好的，很清淡的。嗯，很好吃。嗯，我觉得他家蛋糕是我最近吃过最好吃的，吃起来很没有负担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嗯，我可以疯狂的全都吃掉，好好吃。这样在喝奶油，嗯，棒，超好吃，幸福。黛拉，现在是晚上9:30，我要深夜犯罪了。这个还是 Evergreen 他们家的，然后今天这个四拼的口味我特别感兴趣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噔噔噔噔，分别是蜻蜓、茉莉，哇。然后这个是芋泥，哦，这个看着也好好吃啊。海盐奶盖，哇，应该也是咸甜咸甜的吧。这个是 hoji 茶，就是焙茶的，嗯，尝尝看。我尝尝，嗯，好吃，好像小时候吃的某一种冰激凌啊，你吃过吗？那个香芋的冰激凌。哦。你要说，我知道你说哪个，就是那个香芋的冰淇淋，叫什么来着？我吃一个这个冻，那个好吃，这个冻啊，嗯，嗯，好吃。这口的搭配完美，看吗？有蛋糕，有芋泥，还有这个冻，啊，好吃好吃。哇，这芋泥好好吃啊！我刚才好像把这叶子吃了。哇，这个有流心，不太好弄，这个需要像无水蛋糕，好吃哎，我有点咸，像那种蛋黄的那种，很好吃啊，我喜欢。你不喜欢流沙包吗？如果喜欢流沙包，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味道。它仔细品一下，嗯，很好吃啊，一口那个就有点奇怪。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这个味道，超好吃，它中间有那个脆脆，你吃到没？这个是焙茶，咱们先吃焙茶，还是先吃蜻蜓茉莉？这个吧。行，焙茶，好吃吗？嗯。hoji 茶，哎，你知道这个颜色像什么吗？就这个花。小时候吃过猫耳朵吗？猫耳朵就这样的。嗯，很清新哎，好吃。嗯。就是那种，嗯，烘焙过的抹茶的味道。真的好好吃。好吃。看这个洞，这个洞那什么，茶洞一样的那种 sesame， 对，哎，芝麻，哇，这个洞超好吃，这个花长得，嗯，好吃，那奶油，这是茉莉青提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是吗？这个应该很清新，可能是你喜欢那种，
怎么样感觉？嗯，哎，好清新啊，茉莉青提，茉莉花的味道有吗？嗯，真的有茉莉的味道，你吃到了吗？茉莉花还有茶的味道我都吃到了。蛋糕本身特别的绵密，就是不会漏渣渣那种，好吃的。嗯，中间有提子，哎，你不吃啦？哇，剩下这么多都是我的。对，假如是你的不要怀疑。耶，都是我的不要怀疑，我要包圆了。你要是问我这四个我觉得哪个最好吃，我觉得很难分，就这四个都有那种海绵味道的感觉。这焙茶就是烘焙过的抹茶的味道，这个就有一种茉莉的那种清新，你吃完之后感觉口齿留香，不腻，葡萄的那个甜跟那种清新中和。然后昨天那两个海盐奶盖就是甜甜咸咸的很香，如果你喜欢吃什么流沙包之类的肯定会很喜欢，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。另外一个是芋泥，那个芋泥很绵密，真的很好吃，很难分辨这个胜负的一个四品。反正我就觉得他家的蛋糕都好吃，如果你是在猫本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家，这是我觉得我目前吃的全猫本最好吃的蛋糕。嗯，蓝莓的，耶，又是奶油裹着青提子，嘿嘿嘿。我留了最大的一个芝麻的一个奶冻，好棒。结束我今天的战斗，那边有提子，好棒哦。拜拜，下一次蛋糕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rystal。今天是5月29日，是我宝宝百天的日子。然后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布置的。先跟我下楼吧。他刚睡醒，但是我估计我马上要喂他了。气球要打了之后安在那个蛋糕上。噔噔，看一下，因为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醒啊之类，所以准备的都是一些冷餐之类的。然后唯一热的就是有麻辣烫，还有那个麻辣香锅。对，我最近超爱吃 sushi， 可能是孕期憋得太久了。然后今天阳光超级无敌好嫩，可爱的蛋糕。但是它现在倒，这个是干什么的？退货。对，吹起来它里面是有蓝色的。粘上了，没事没事呀。正面啊，这咋整啊？正面拍下来就丑丑了。蓝色主题，耶。阳光真的好好哦，不错不错，上楼喂娃喽。而且呢，我觉得我家宝贝最近进步也是越来越明显了。三个月整的当天我们把他放小床了，然后发现其实可能只是我们比较担心他在小床里睡得也特别的好。然后今天也已经百天了，我现在给他摸摸油，然后就准备给他带个什么小金镯子之类的，意思意思。哎呀，高兴的不行。谁今天百天了？谁今天一百天了？快说，谁今天一百天？哦，你一百天了。你一百天哦，一百天了都。你叔叔昨天说一句话，说你已经过完你人生的三百分之一了。三百分之一，说得好。然后你叔叔说，假设你能活到100岁，我的妈！你叔叔13岁，那去年算了这么个账。叔叔说，时间飞逝啊，都活到人生的三百分之一了。三百分之一，不着急，我们不着急。那我跟你叔叔说，叔叔你都活了你的十分之一了，13岁。哎呦，宝宝，超十分之一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穿啊，我们换一件好看的衣服。那些小绵羊，我们啊，绵羊，小绵羊，小绵羊，真开心。跟我一起喊啊！你说啥？对，高兴看着两个妈妈和漂亮阿姨，是不是？然后自己在吃着手，这生活简直是绝呀！又在看这边了，妈呀，太可爱了！爸爸妈妈都在这边。爸爸妈妈在啊，像呢，啊，我们像呢。
吃饭了。那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都举着这个长枪短炮的对着我。我们在拍小兔兔。哎，小兔兔，小兔兔的什么？小兔兔。你说我们是小兔兔，瞎说了。好乖哦。啊，看见妈妈啦！哎呦，看见爸爸啦！啊嗨，打招呼呢！啊嗨，我们，嗨兔兔，嗨爸咪，举个手，举个手，他们打个招呼。哦，来吧。嗯，开心。嗯，开心。真可爱。像个 peace。吃饱饱，睡好好了，因为真可爱。天黑了，因为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小天使一样的存在。我们准备吃蛋糕了，已经被我老公蹭到了，嘿嘿嘿。这个宝贝就留着呢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还给宝贝送了礼物，今天还有漂亮的鲜花呢，好开心呀！谢谢大家今天过来，你们是不是也很开心呀？是的，是的，宝贝，有一天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，你就是妈妈心中的天使。Mom love you。哇，好软啊！但是这夹心的呢，看着好棒啊！大家也可以去买他家的蛋糕 rose cake。啊，天哪天哪，不要不要，要倒了要倒了，你只能这样了。哇，用料好棒哦，好足。那里面的内馅是这样的，好漂亮呢，耶！干杯，冰。好好吃啊，他家蛋糕不是只有颜值，它的那个奶油特别软软糯，而且也不腻，它里边是芒果，对，芒果好好吃。又是我幸福的独享时刻，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够过得甜甜蜜蜜，甜如蛋糕。我估计我今天晚上临睡前会再吃一块，然后剩下的明天早上就干掉了，请叫我蛋糕杀手 K Killer Crystal Triple K。太好吃了吧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没想到这么好吃。它连那个上面的银色豆豆都是那种酥酥脆脆的很好吃的甜豆，好好吃啊。好啦，那我就和我家未出镜的正在睡觉的小天使一起祝大家生活甜蜜美满，每天都过得像 sweet cake 一样。我们蛋糕特辑结束，拜拜。救命！哦，你声音大。哦，你声音确实挺大。然后再试试。再试试。哦，果然你声音挺大。大大大，声音大。Oh, really?